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感谢主。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家里面种了一棵树，他就每一天呢都问爸爸说：“爸爸，这棵树什么时候结果子呀？”啊，每一天都去看啊，每一天都去看，有的时候一天要看三回。这个树到底什么时候结果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棵树要结果子是一连串的事件，它不是种下去马上就能够结果。主也是这样带我们，一间教会从成立到成长成熟要经历许多的时间，归正是一连串事件。2009年8月16日这个主日，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奉献新堂，正是在已经购买下来的泰升北路56号江信大厦1907敬拜上帝。那一天一共有106位会友、慕道友，还有六个小孩子一起来敬拜。那一天王怡长老以分别为圣领受祝福的题目分享了尼希米记13章的信息。在此之前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在2009年6月21号的时候，那天是主日，本来那一天教会要开会友大会选举长老和执事，但是秋雨之福教会被青羊区民政局宣布取缔，教会当时租用的这个会堂文庙西街的一号不能再使用，教会于是开始了将近两个月的户外敬拜。自从教会被拦阻在户外之后呢，长执会就决定购房建堂，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教会就完成了买房的所有手续，还有基本的装修改造。在主日前的上一个周五，就是在2009年8月14号，街道和派出所出面组织了执法部门和部分的长执同工来面谈，谈到这个新堂的有关事项。但是在8月16日的时候，他们没有拦阻我们进行现堂的敬拜。在8月16日的主日正道当中，当时还是长老的王怡牧师他分享说，过去半年神带领我们学习整个尼希米记，我们同样经历了修建城墙、堵住破口、外来的压力和逼迫。刚好今天是最后一章，我们今天再次奉献自己，奉献这个会堂。在当天的主日正道快要结束的时候，王怡长老带领大家唱了《秋雨之福》这一首新歌。这首歌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河边赞美，恩典如水，脚踏之地是神的愿语，死因幽谷向主欢呼，他的好处未曾保留。感谢主。到过19楼会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我们当中聚集的人当中，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是去过19楼的那个会堂，在19楼的会堂里面曾经参加过主日敬拜的。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应该会有印象，在19楼的6号就是电梯一出来那个有一个玻璃门的房间，那个房间有一个教会的一面形象墙，一般都是灯光打着那个形象墙，在上面写的秋雨之福归正教会。会看到这个教会从一开始的时候它叫秋雨之福归正教会，在2018年1月7号的时候，当秋雨之福教会完成分堂，分成两间教会，我们这间教会的正式名称被定为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从教会的名称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这是一间归正宗的教会。
意思是说，自建教会任性改革宗的神学立场，同时认为自己不是一间已经归正的教会，而是一间正在不断的归正的教会。归正是一连串的事件，从2008年5月25日这间教会正式成立开始，甚至我们如果往上再追溯，从2005年4月1日这间教会当时还叫秋雨之福团契开始，在王一牧师和蒋荣师母家开始查经聚会，开始这间教会就走上了一条叫归正之路，开工没有回头箭啊，归正也没有回头路。归正之路是一条窄路，因为那一位至圣的上帝，他从黑暗败坏污秽当中拯救了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混吃等死，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世上建功立业，而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2009年秋雨之福教会是第三次受逼迫，我们这间教会其实是一个有着受逼迫的历史的教会，教会自从成立之后就不断的受逼迫，每一次受逼迫教会就成长，07年受逼迫，08年受逼迫，09年第三次受逼迫的时候，教会在河边敬拜的时候，王一牧师那个时候系列的正道就是尼西米记。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个8月16号的献堂礼拜，王一牧师讲了最后一篇的尼西米记的正道。今天呢是2021年12月19日，我们要结束这一年的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正道了。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2021年，上帝带领我们学习整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我们看到从圣殿的重建、城墙的重建到整个圣约社群的重建，我们也经历了在外忧内患当中上帝对我们信实的带领，我们在极大的艰难之中继续恢复教会的各项事工，我们被迫分散在各地的同工陆续回到了成都，我们建立了工人学院，建立了分牧区的牧养体制，并且我们传福音布道职堂的脚步并未停止，我们不断地培养未来的教会的工人、职堂者和宣教士，我们也盼望在未来的一些年当中，秋雨圣约教会当中不断地有人被兴起来一些人可以甘心情愿地去坐牢，又有一些人呢不断地被主兴起来任劳任怨的，甚至是默默无闻的在本地教会服侍，在自己的家里面在职场当中来见证主，更不断的有人能够被主装备去广传福音，我们祈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许多的职堂者和宣教士，差遣他们到成都、四川、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建立主的教会，拓展主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从2009年到2021年是12年的时间，归正是一连串事件，我们依然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被主引导、被主塑造、被主恩高，也被主打碎破碎、被主击打、被主使用。尼西米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是亚达薛西王20年，他离开的时候呢是亚达薛西王32年，他做了12年的犹大省长。尼西米用了12年来归正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尼西米一旦离开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圣经上说过了多日过了多日，我们不知道是多久，也许是3个月，也许是3年，我想总不会有9年那么长吧。当尼西米
回到他用了十二年来归正，用了十二年来重建，用了十二年来复兴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整个圣约社群重新的落入到荒凉、悖逆、犯罪的境况当中。他看到圣殿当中用作收存百姓奉献和圣殿器皿的房间被大祭司给了当时重建城墙的时候尼希米的第二号敌人啊，就是多比亚。他看到了利未人无人供养，只好回家种地去了。他看见安息日上帝的百姓并不安息，而是继续的做工，继续做买卖。他看见与外邦人通婚的现象再次的泛滥，甚至大祭司的孙子做了他的头号敌人参巴拉的女婿。你看到如果是你是尼希米的话，你会作何感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尼希米看到的是整个圣约社群的世俗化。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尼希米记的十三章第十到三十一节，我们主要看到三个方面的世俗化。第一个呢，是工作和奉献的世俗化；第二个呢，是敬拜和安息的世俗化；第三个呢，是婚姻和生育的世俗化。可能大家会感到非常讽刺哈，因为在尼希米记第十章，尼希米带领犹大人哈，带领这个犹太社群与上帝立确实的约，主要的内容也是关乎这三个方面。当时他们信誓旦旦要持守婚姻的圣洁，要守安息日安息年，要照着立法书上所写的要好好奉献，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然而呢，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呢？这才过了几年呢？我们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哈。犹太人就已经全面的世俗化。尼希米就斥责犹大的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怎么会这么不长记性呢？耶利米先知的告诫他们不记得吗？如果耶利米先知的告诫不记得的话，难道先知哈该的话也不记得了吗？哈该离得他们 不久哈，还有更近的跟他们同时代的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向着他们所传讲的话语他们也都不记得了吗？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不用奇怪哈，我发现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孩子这个拉肚子啊，然后很难受，我说你不要喝奶哈，你喝牛奶这个你会拉肚子很难受，他就哭了，说我要喝牛奶。我说你要喝牛奶你会拉肚子呀，你拉肚子现在很难受吗？他说我知道，但是我还要喝牛奶。你知道吗？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一边痛啊，一边正在经历这个，但是他记不住啊。我们当中，我们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会好吗？我发现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很久啊都没有再去听王一牧师的正道了，也没有去读他的牧函文章和书籍了。是因为王一牧师的教导都过时了吗？129之前和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王一牧师的教导不再实用了吗？不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多的传道人，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开始发现王一牧师多年来的教导正是对着今日的中国教会讲，越来越多的人从王一牧师的讲章文章书籍当中受益。有一些三自教会的弟兄姊妹读了王一牧师的文章就离开三自了，有一些传统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听了王一牧师的正道就开始走上归正之路了，有一些弟兄姊妹
听到王一牧师的正道，受激励，就奉献自己去读神学院了。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受到感动，要从外国回到中国来服侍。然而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说，很多人都会说，那些文章我都读过了，那些道我都听过了，于是乎就不再读不再听了。在尼希米第一次来耶路撒冷和第二次来之间，我们看到犹大的这个圣约社群快速的世俗化。如果我们把视线稍微拉开一点看，从整个救赎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犹太人的世俗化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起初啊，在伊甸园的时候，在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了人类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婚姻，第三是安息。你发现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亚当没有堕落，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上帝工作，修理看守伊甸园，管理所有的受造之物，就不需要专门的奉献了，因为工作就是奉献。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话，婚姻也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从婚姻所生出来的近前的后裔会快速的遍满地面，上帝的形象将遍满地面。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话，人类就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不只是在敬拜当中享受安息，所有的活在上帝面光之中的生活就是安息，生活就是安息。然而堕落之后，你堕落之后的人类，你和我不仅不能够践行文化使命，反而在这三个方面都落入到偶像的捆绑和上帝的咒诅当中。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个犹太人的世俗化是记载这三个方面呢？你会发现其实从整个历史看来，人类是始终在这三个方面反复的犯罪，反复的背离上帝。那我们来看当时的犹太人的情况。犹太人为什么很快就停止供应利未人，导致他们的利未人就回家种地去了呢？上帝岂不是借着先知马拉基警告他们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马拉基先知是对谁说的呢？就是对当时的这一群的百姓说的，就是对他们说的。他们为什么不听呢？因为犹太人看重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物质财富，胜过将这些财富赐给他们的上帝。财富是看得见的，上帝是看不见的。我的五谷、新酒和油是我努力得来的，为什么要白白的给利未人呢？利未人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呢？多比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不是更多吗？我的五谷、新酒和油是我的，我的钱是我的，我的东西我做主，我的人生我做主，这个需要人教吗？不需要人教哈，小孩子从小就会这样，我的，这个是我的。那如果说英国的小孩子哈，从小就是会，还没怎么学过说话的时候，就学会说一个词，man， 再长大一点就是说 ，it's man， 这是我的，我的，这是玩具是我的，这个东西是我的，所有人都是这么看啊。你发现这需要教吗？不需要教。这就是犹太人的工作和奉献世俗化的原因。那我们看犹太人为什么很快就
不守安息日了。正如尼希米斥责他们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他们难道不知道不守安息日后果很严重吗？他们从前不守安息日，上帝差遣先知告诫他们，警告他们，你们这样做是会后果很严重的，他们不听啊。那现在被掳归回来了，然后还是不听，他们不知道后果很严重吗？他们知道，但是呢，犹太人看重今生可享受的利益，看重肉体可经验的好处，胜过赐安息给他们的上帝。如果有一天你不工作，不去踹酒炸，不搬河捆，不做买卖，这一天的损失是十分明显的，对吗？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开工，我们不上班，我们不做生意，损失是很明显的，对吗？如果安息日我们去唱诗祷告读经默想，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去探访病人，关心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去传福音，有什么看得见的好处呢？看不见啊。我的时间是我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生命，我的时间我做主。这就是犹太人的安息和敬拜世俗化的原因。那么犹太人为什么很快就与外邦人同婚了呢？难道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惨痛教训吗？尼希米对他们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啊，连这个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啊，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取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然而呢，犹太人看重自己肉身性欲的满足和现实利益的需要，胜过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的上帝。或许被掳归回的这个犹太人当中性别比例不太平衡，又或许是这个外邦的女子这个打扮的更加好看啊，穿的更性感，悦人的眼目，或许是外邦的女子的家族啊有权有势，和他们联姻呢可以快速的摆脱经济上的窘迫。总之呢，与外邦女子结婚的好处是看得见的。有些人会说，我又没有独身的恩赐，难道我不结婚，那我就要我为什么要孤独终老呢？是吧？难道我就不能结婚吗？凭什么我不能结婚呢？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婚姻是我的，我的儿女是我的，我的婚姻我做主。这就是犹太人的婚姻和生育世俗化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只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啊，在工作和奉献、安息与敬拜、婚姻和生育上面面临世俗化的威胁，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教会，都是面临的世俗化的威胁。而教会的世俗化也总是首先在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这三个方面的世俗化如果总结成一个词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会用什么词来概括它？就是个人的自主性。那当然这是个现代术语哈，我们今天这个现在人越来越清楚的把这个话讲出来了，就是个人的自主性。这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哈，一直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的一棵毒树。毒树啊，一棵有毒的树，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有毒的，它的每一根枝条都是有毒的，它结的每一个果子都是会毒死人的。这就是
昔日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社会在背叛和远离福音的过程当中所不断的滋生出来的一整套的敌基督的体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看到有各种主义啊，各种思潮，这两三百年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进化论、科学主义、进步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都不过是这一棵毒树上长出来的不同的枝条，结出来的不同的果实。两年前我读到了一本书啊，当时非常震撼。这个书呢是为基督受苦的作者魏恩波牧师，大家记得这个人吗？就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牧师哈，他在共产主义的政权之下坐了14年的牢，在狱中几乎被整死，但是后来他被西方的教会赎买出来了，就是给钱，给了10,000美元啊，在1965年的时候把他赎买出来啊，他就后来就去了西方啊，去了，主要可能待在美国啊，他在美国待了一些年之后，他成立了，当然很快哈，他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殉道者之声啊，这个机构可能大家有人听说过啊，他在西方待了一些年之后，他发现西方社会哈，这个在人们在这种两性关系上的放纵啊，他就看到一个在几十年前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六十年代、70年代，离现在都已经50-60年了的嘛，快60年了，在那个时候，他就预见到，照此趋势下去，将来基督的教会在西方社会一定会被边缘化，而且会受到严酷的逼迫。他当时就写了一本书哈，他把以前在共产主义国家受逼迫的这些教会的这个经验总结出来，然后写了一本书叫做《预备地下教会》。他的意思是说，总有一天你们会发现在西方教会要转入地下。如果你要维持地上的这个教堂，维持可以看得见的这个会堂，你们将付出极大的代价。西方的教会要变成家庭教会，要变成地下教会，才能够抵御魔鬼对教会的攻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先知般的看见，但是今天可能在西方真正去认识到这一点，去真正去认真的去读这本书的人是少的哈。地下教会一共有3本书啊。我看到在这个文波牧师写的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有一位牧师这样写，他说：“撒旦利用共产主义引起了很多的骚动，然而魏恩波牧师以及当时的其他基督教思想家开始觉察到，撒旦制造混乱的策略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或者经济领域，最终撒旦的策略可能会以令人无法预见、难以想象的方式出现，主导自由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个人自主性的领域会实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正是透过这个个人自主性的领域废除约束啊，就是打破一切的约束，将会作为启蒙道德的伦理而广受自由国家的欢呼。而这些不仅会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得到支持，而且还会延伸到科学、教育、娱乐，甚至是属灵的领域。撒旦会利用通常被称之为性解放的这个领域，使教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禁锢者，向教会发动总攻。
什么意思呢？我发现这几十年来，西方教会确实是首先在婚姻，在对性的理解上越来越放纵，越来越堕落。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正式的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你知道同性恋婚姻这是一个矛盾的词，同性恋那叫苟合，那叫奸淫，同性恋怎么会有婚姻呢？美国最高法院是本来哈是相当保守的，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是，是使得美国啊还能够按照圣经的伦理啊继续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当最高法院宣告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整个的背离的上帝，背离的圣经。近两年有一位美国的基督教思想家叫罗德·德勒尔，这个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听说，有些弟兄姊妹还没开始注意到这个人。这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位基督教思想家，他最近写了几本书，有一本叫做《本笃的选项：后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战略》，还有更新一点的一本书呢，叫做《Live Not by Lie》，就是不靠谎言生活，基督教意见人士手册。他提醒美国的基督徒要放弃通过文化战争来使基督教重新成为主流生活的想法，要尽早开始适应被边缘化、被逼迫的情形。我前两天看了罗德·德勒尔的一个访谈，他跟一个另外一位就是美南浸信会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的一个谈话，他在里面他甚至说，他说美国正在兴起的是一种软极权主义，这种软极权主义将走向何方呢？他甚至说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熟的这种大数据极权主义很可能会成为西方社会的未来。你听过这种说法吗？他说，我再说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中国人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可能是未来美国和西方社会要学习的。是好的吗？你不要高兴，我说我们中国终于引领潮流了哈，好厉害，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如此毫无缝隙的监控每一个国民的生活啊，你所有的消费习惯，你所有的移动啊，你所行动的轨迹全部被大数据掌握。前段时间在成都所发明的这个词叫做时空伴随者，你听过吗？这个概念发明出来的时候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国家可以掌控每一个公民的这个隐私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步，所有人的数据全部被掌握，完全透明。你想想，但是罗德·德勒尔说，他说这可能就是西方世界的未来，未来这个社会要逼迫基督徒，要让他们放弃信仰，放弃信仰自由，不需要秘密警察，不需要 FBI、也不需要国宝，而是人们为了选择舒适的生活，为了避免被某一种社会信用体系标注为不受欢迎的人、会面临生活的不便，人们就会自我审查。因为当你一旦被这个社会信用体系，被这个大数据的体系标注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时候，你连高铁都坐不了，你连飞机都坐不了，你好多的消费你在银行贷不了款，你买不了房子，你甚至都出不了门。你想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这个
美国的事情呢，你看美国，你再返回来看我们自己，你就更加明白现在就是我们在经历什么。你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作为曾经被基督教世界观彻底翻转的西方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的这种世俗化是一种极其深刻隐藏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所发展出来的一种一整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系，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式使得工作和奉献被不断的异化、被扭曲。你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不是相对立的吗？这是相对立的两个方向对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这种真正的如何理解工作和奉献两个方向不同的歪曲。你理解吗？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底下是相通的。这一套的世俗化的体系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方式使得安息和敬拜被不断的削弱。如今人们怎么守安息日？你想我们怎么守安息日？我们的手机太方便了，一拿出来我们就开始看视频了，我们就开始逛淘宝了，我们就开始购物了。我好像没有，我们还是在家里面待着嘛，对吧？我们在家里待着，但是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安息？对世界这么多的声音要进来，这么多的信息要进来，这么多丰富的节目要进来，都吸引我们的眼目，怎么安息？这套体系以进步主义、平等主义的方式，特别是在西方是以性别身份政治的方式，使得婚姻和生育被扭曲、被瓦解、被摧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世俗化呢？世俗化就是与世俗为友，是与分别为圣相对的，是与神圣化相反的。世俗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用物质的、属地的、今生的眼光来看待人和物。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世俗化就是属地化、情欲化、鬼魔化。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是与上帝的国度无关的。无论是福音的美国化还是福音的中国化，都是福音的世俗化。有句俗语说的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今天的教会需要思想，我们起初是从哪里开始远离福音的？我们对福音做了什么样的删改，以至于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不再能够对抗强大的世俗化浪潮？在尼希米记最后的一章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力挽狂澜用力的 踩刹车扭转这个犹太人的世俗化的倾向。他重新建立犹太人的奉献和对利未人的供应的体系，他以雷霆的手段阻断了所有这个有碍安息日的各种活动，又严厉的惩罚与外邦人通婚的这些犹太人这里面讲什么？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你看是吧，严厉的惩罚他们。他甚至将大祭司这个以利亚什的孙子赶出这个圣约的群体，把他逐出去，开除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尼希米的归正会成功吗？其实不难想见，尼希米的归正肯定会归于失败。犹太人很快就会继续回到世俗化的轨道上去。所以尼希米记最后一章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的归正行动，是他连续的迫切的四次的祷告。这四个祷告有一个相同的模式，就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尼希米为什么这样频繁的发出祷告呢？他每推动一项归正的行动，他就要发出一个祷告
然后在全书结束的时候，这本书据说是尼西米，可能很有可能是尼西米啊，他的在他的回忆录的基础上啊写的。那最后的一句话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西米深知他所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很可能都要归于失败，但是在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这些行动将被主使用，成为上帝救赎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些向上帝的而有的这个忠心和顺服，将在永恒当中被上帝纪念，被上帝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尼西米的祷告上帝听了没有？上帝回应了没有？答案是肯定的。尼西米的祷告最终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得到了真正的回应。基督作为真正的以色列，在面对一切世俗化的试探引诱的时候，他都以完美的对天父的顺服打败了魔鬼，战胜了世界，征服了死亡。以色列所面对的世俗化的引诱，唯一的解决方案不是以斯拉和尼西米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而是基督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曾经被恩典统治过的人群才会有世俗化的问题，你能理解这个话吗？如果是不信的人，从来都没有尝过天恩滋味的人，谈不上世俗化，他们原本就是世俗的，他们从头到尾每一个生活的动作存留都是世俗的。而尝过天恩滋味的，曾经被福音和恩典翻转的人群才有这个世俗化的问题。在世俗化之前，他们曾经被恩典更新过，洁净过。所以世俗化的意思是什么？世俗化的意思就是对恩典的背叛，是对福音的远离。然而基督的十字架宣告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种对恩典的背叛和对福音的远离都已经被赦免了。我们若回转向基督，连我们这种背叛和悖逆都被赦免了。西方社会为什么在面对世俗化的这个威胁时节节的败退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正是因为远离了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中国教会今天特别蒙恩的地方。不是我们特别爱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我们特别的爱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患难逼迫击打，不是，是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今天依然在受苦当中被动的走着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这种被动当中，若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稍稍的能够从被动转为主动啊，我们能够真正能够明白主的心意，那或许我们中国教会啊，这个算起来也算是有些年头的教会啊。如果从六世纪初开始算的话，到现在都已经有1500年了。如果从1289年天主教来到中国，算有700年了；从马里逊来华也有200年了。但是这200年啊，这700年，这1500年，中国教会的普世教会几乎只是索取啊，就是不断的要啊，我们贫穷啊，我们需要，我们要给啊，你要给我们呢。中国教会无论是在神学的建树上，还是在宣教的参与上，几乎都没有什么贡献，但是。我想未来
中国教会可能能够有一点贡献，就是在十字架的神学上面，在十字架的道路这个经验上面，若我们能够被主来带领，我们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总结出这个一个清晰的十字架的神学的话，或许我们能够有一些贡献。因为在中国获得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70年之久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目前正在西方社会成为进步主义思潮和实践的原动力。西方的白左，西方的这些进步主义者，这些所谓女权主义者，这叫什么黑命贵，他们的背后的那个思想根源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你知道吗？那么在中国现在获得极大成功的这种大数据集权主义，正在成为全世界许多政治和经济精英所羡慕和效法的榜样。而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大数据集权主义的逼迫下面成长起来的中国教会，或许可以用我们在逼迫当中所走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和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总结出来的十字架的神学，对普世教会能够有所贡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旨意何其难测，上帝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是可怜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用属天的眼光来看，你会知道中国教会是富足的，主的恩典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归正是一连串事件，一间教会是如此，整个大公教会也是如此。在尼西米的第一次回归和第二次回归之间，犹太人走向了世俗化。当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洁净圣殿，重新归正偏行己度的犹太人。在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教会会反复的落入到世俗化的泥淖当中，基督会兴起一代又一代忠心的仆人，带领教会重新的走回十字架的道路，直到基督再次降临。那个时候他会彻底的洁净圣殿，将麦子和稗子分开，将山羊和绵羊分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归正是一连串事件，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下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工作和奉献，安息和敬拜，婚姻和生育是否已经受到了世俗化的严重影响。我们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选择，显出我们的心到底是被基督的恩典所掌管，还是被这个世界的法则所支配。求与圣约教会既是一间归正了的教会，叫 reformed 的教会，也是一间归正中的教会， reforming 的教会。在20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需要来问自己，正如王佑牧师在一篇牧函当中所写的，我们需要来问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侍奉和工作中，在我们的家庭和教会的圣约群体中的生活，有哪些地方已经向着圣经的真道归正，并且得着了那个宝贵的安慰，却有哪些地方是尚未归正，依旧活在自我出发的捆绑之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如何继续上路，成为一间 reforming 的教会和一个 reforming 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归正中的教会和一个归正中的基督徒。尼西米在返回波斯之前，在耶路撒冷服侍了12年，这是他第一次的服侍。等到尼西米从波斯回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严重世俗化的犹太社会，他一边祷告一边继续归正这个圣约社群，因为他知道归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而只能等待那一位应许的弥赛亚到来。只有那一位啊，那一位先知，那一位君王啊，那一位基督，才能够真正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离弃耶和华，拥抱世俗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以2018年129为界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王一牧师之前在秋雨之福教会和秋雨圣约教会，就是在当时之间教会服侍了13年，这可以算作是他在秋雨教会的第一次的连续的长时间的服侍。现在上帝纪念他的劳苦，赐给他一个长长的安息假期，又给他一次读神学院的机会。王一牧师信主不久就蒙主恩召出来服侍，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去完整的去上神学院，但是现在主给他一个在监狱神学院当中进修的机会。等到王一牧师出监的时候，如果主怜悯我们，秋雨圣约教会可能还会继续在，对吗？那个时候，等到王一牧师第二次来服侍这间教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将看到的是一个持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在逼迫和苦难中被主继续使用的秋雨圣约教会呢，还是一个已经在逼迫和压力当中，已经被世俗化侵蚀，已经完全面目全非的秋雨圣约教会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应当到主面前来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如此奇妙的救恩临到了你的百姓。主啊，你像种一棵树一样来栽培你自己的教会。你种这棵树种了2000年，主啊，甚至不是2000年，是4000年。主啊，你不断的修剪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又使那些能结果子的枝子结果更多。主啊，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败坏污秽的人，我们每一代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生出许多的荆棘和蒺藜来，生出许多的那些贪恋世界、贪恋名声、权力、享受的那些东西来。主啊，但是你的恩典却不断的从这个圣约的根基上，从你的应许的根基上源源不断的生发出这种洁净的力量。你使你的教会不断的被洁净，不断的走在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拯救千千万万你所拣选的人。主啊，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可羡慕的，成为有权有势的，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主啊，乃是成为在这世界上背起十字架的一群死囚，被这个世界定为死罪、定为渣子和污秽的一群人。主啊，你使我们要在这样的方式上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战胜世俗化。主啊，因为我们的心每一天都生出这个世俗化的渴望，但是主，你的恩典却从来不离开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纪念我们这一群卑微的儿女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主啊，愿你带领你自己的教会，
远离这世俗的引诱、试探和败坏。愿你施恩给我们，使秋雨圣约教会成为一个不断归正的教会，使这间教会当中委身的儿女成为不断归正的基督徒。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哎，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